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手韩，我们正在教大家课本上学不到的韩语哦。这样认真的我们制作了一套以看电视剧形式学习韩语的线上课程，一共呢可以通过两个电视剧来学习韩语。第一个电视剧呢，讲述的是两个每天同一时间都在一起等公车的男女发生好感后开始延续浪漫暧昧故事的内容。另一个呢，讲述的是一个女生抢走了自己朋友的男朋友的故事。怎么样，是不是很想听下去呢？不仅仅是有趣的故事情节，你还可以跟着电视剧里的台词一句句练习着读出来哦，并且重要的句子会由塔斯老师来亲切讲解。还有学习到的韩语可以像和主角聊天一样去练习，感觉啊，明明只是在看韩剧，殊不知韩语能力蹭蹭往上涨哦。你问我难不难？如果你会读一点韩语当然好，但不会也完全没有关系的。各位同学可以通过这次课程学会简单的自我介绍，还有如何问好、问路、求助、买东西、打电话、数数字，以及颜色、星期、时间的韩文说法哦。后续我们也将推出韩国学校生活、旅行、商务等系列课程哦，请大家敬请关注啦。可以一次学到这么多，而价钱只要680块耶，原价呢是980，但先买的话就会有更优惠的价格哦。你要枯燥的学习词汇到什么时候呢？现在就赶紧收看手韩线上课程，轻松自在的观看韩剧及韩国电影，甚至还可以把学到的韩语去跟自己喜爱的 idol 对话哦，赶紧行动吧！手韩。